Hello， 我是燕燕妈。我今天去逛大溪老街，然后我发现好可爱的东西哦。第一样，噔噔，哇，就是盐城和蛋仔派对的盲盒，打开看看吧。看看妹妹拿到什么蛋仔呢？白仔熊哎，有点不像白仔熊，但是蛮像白仔熊的。仔仔熊，超粉红的呢，这是钥匙圈，换我。哇，这白色的是什么？派蒙，是有点不像派蒙的。他做的也太不像了吧？他做的超不像。这个粉色的星星不是吗？它应该是黑色的。然后它头上有个皇冠，这像皇冠吗？这不是原神公仔哦，大家，这不是我的，也不是，这不是蛋仔派对的公仔哦，哈，这简略到连那个视线都没有画，所以你是被骗哦。第二份，一样，原神和蛋仔，哇，就今天要随便看在一起，换我了，好，姐姐先，搞不好我们不要。我沉默了。他这认真的吗？有，我好难过。这个安博充满智慧的眼神，怎么跟上面图案不一样？亚妈妈充满智慧的眼神。他上面是应该是像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那么不像？真的，我快被笑死。这不是原神哦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他那个炸弹。他的一技能哦，他的技能，这个比较可爱一点。我觉得蛮像那个可莉的，虽然变也不漂亮，但还蛮可爱的。这上面是我要亲亲，换我的啦，该不会也是充满智慧的眼睛？可能都认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皮肤的名字。你这好像正常的吗？我不敢说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这个是羊，这是其中。它是其中一只蛋仔里面的，不是那个里面的角色哦。他的眼神充满智慧，亚米妈更智慧。在设计这个公仔的人，就算做盗版的，能不能把他眼神聚焦一下？看一下，这是同款的，这不知道是不是橡皮擦的，应该不是。本来是要买这个公仔，我好像直接买那个看得到的比较实在哈。这两个是同款的。哎、欸，这上面的价钱是真的吗？智慧也是，一个要69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其实蛮贵的、欸。对啊，就有点难。等一下还有几个，剩最后一样了。哦，那就好，好，那再来吧。我看，原神和蛋仔的笔，不是原神的笔、哦，这是啊、哦，这是、哦，这真的是，这真的是，因为它还做闪亮标签，是不是？它里面如果是跟我以前买的同款的话，那就是，这真的是，这个是蛋仔派对哦，盲盒笔，妈妈，你终于买对了一个，它会抽到哪一只？这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有点认不出来是谁，米卡。不过其实还蛮精细的，摸起来也很舒服。这一只比较少见。换妹妹，我的会抽到哪一只呢？哦，粉色盖子。哦，哎，这个其实做的还蛮精细的，对啊。而且这上面还蛮好看的，主要是这个触感很好。笔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呢？一支笔，然后一个卡片，还有。三只娃娃，一个安博跟他的炸弹，还有这是什么来着？派蒙，米卡，喜欢吗？喜欢笔。那这边怎么办？丢掉、啊？我逛了一整条街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、哦那你们要放在哪里？放在房间吧，当装饰。你不怕一醒来直接吓到我？可能会书桌旁边吧。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好难过，因为我为了找原神找很久，因为我想说妹妹喜欢蛋仔比较好找，原神真的很少，而且原神都是像这样子的盲盒，然后蛋仔是有那种你可以看得到实体，然后它有的像娃娃一捏会有声音，有的像软软很软很好捏，
这在那个大溪老街上，它不是有好几间玩具店，所以像惊喜盲盒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它有可能跟你预期的不一样。